这夕阳，底下有屋舍，会是在那儿吗？喂，阿七，确定是那边？可是这里好陡峭，我们要如何下去呢？ 姐姐不惧高吗？习惯了。习惯。走吧。哎，怎么了？没事。出发吧。我在前头探。 Thank you.
旅行这么久，习惯了。休息会儿，吃吧。没关系的，我还能走，肚子一点都不饿。再多感谢路吧，我们要赶紧追回玄涛几才是。司空云，我饿了。什么？我饿了。 是的，好，我们就一块儿休息，吃饭吧。 一路上总是让司空大哥处理饭食，今天阿巧给你们做饭，展展手艺。你会做饭？呵呵，竟敢小看我，不但会做，还做得很不错，等等你就知道了。 阿奇过来！哎呦！等等，我不吃烤阿奇。烤阿奇？我才没有要吃阿奇，我是要阿奇帮忙，相信我吧。阿奇，走吧。 没想到，你饭还真的做得不错。哼，我就说吧，我这人不说谎，不假装谦虚，也不自吹自擂。因为我食量大，有时出外是剩存粮一下就吃完了，只得就地取材解决，于是打野味与料理的能力也增强了。我还真没看到过这样大食量的女子，你们子国的人都这样吗？ 其实是我自己小时候生了一场病，病好了就这样了。生病？什么病会导致如此？就一些病嘛。总之，我现在也好了，就是吃的多了点儿。总觉得。 他在隐瞒些什么？木叶姐姐，司空大哥，我是不是给你们添麻烦了？我想等拿回玄涛戟，我还是跟大家分开走比较好。我的体质有些特殊，往后可能还会给大家带来困扰。你是指平神之事？平神？ 我那日被玄涛戟中的魂灵附体，就是平神。我的部族自古相传，只有少数人拥有此种易被平神的体质，所以我才会被选为子国主祭。但是，易被平神虽然祭神是方便，平时乱平却也造成身边不少混乱，就是在子国我也挺长。算了，不提也罢。 这体质，子国只有你有吗？
只有我有就够麻烦了。不过听说先祖中好像也有人是类似体质，只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了，族里有人说我们这支血脉是神人之后，所以有平身体质，感觉也蛮珍贵稀罕的。神人之后，难不成是当年留在人间的？什么？没什么。好了，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总之呢，等拿到玄涛戟，我们就分开行动吧。只是平神，无碍。可是，要是我在……我也觉得没那必要，只要小心，不要让你再被平神，不就没事了？比起那防不胜防的异心，这应该简单许多吧。谢谢你们。木月好似对平神很了解，也很感兴趣。谈到平神，整个人的感觉都变了。怎么了？没事，我再去装设明烛吧，虽然不一定有多大用处。不，若能提早预知，就能有所防范，减少伤害。谢谢。甘盘师傅，如何？此戟可是古籍中所记之物？此物并非宰相伊尹古籍中所记载的神兵，对大伤没有注意。什么？又错了？这些年，好不容易才从伊尹大人留下的古籍中找到眉目，没想到伊尹大人古籍中所提的神兵究竟是什么？风月，你入我门下不过两年，便能从伊尹大人的古籍中追查至此，已属难得。既然此物并非古籍中所言之物，眼下最重要的是将正确的神兵找出，而非自怨自艾。但师父，眼下也才不过两年，伤势已濒危至此，要弟子怎能不急？莫非你以为登天一事一蹴可及？弟子，风月，我们大商除异族的入侵外，王上兄弟们仍未放弃王位争夺，随时有内乱之忧。若是先祖争位之事重演，内忧同时外患，必使伤势覆亡。我等身负王上重振伤势之大任，登天一事万不能缓。吾人必须早日找到真正的神兵，登天正位。是的，入师父门下之时，我便已知这条登天之路并不好走，也早发誓，无论花费多少人，我都要完成这件事。大伤百姓，才不会再受到其他敌族方国及天罚的无情伤害。师父您说的是，学生失态了。很好，把那边的古籍也收拾下吧。是。不晓得他平安吗？
凤大哥，不对，凤玉，不晓得平安吗？送我们到别庄的一定是他吧？这样细心安顿我们，留下一堆卑鄙的神秘旅人，除了他还会有谁？是我笨吗？明明他这样欺骗大家，抢了木叶姐姐的东西便走，却还觉得他是好人。凤玉，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可是我夫婿的亲信，不可乱想。思乔。啊，木叶姐姐。木叶姐姐，要一起来看星星吗？不，我是有话想问你。什么事？你小时候生的那场病，与那日的平神有关系吗？木叶姐姐，你怎么发现的呀？我还以为我瞒得很好。平神也是我故乡族人拥有的能力，我多少能理解各种奥妙。真的？要是能早点认识木叶姐姐的族人们的话，或许那时就不会……嗯？哦，没事。对了，木叶姐姐，那日真的很抱歉，我似乎还对大家出手。真的又是这样？无妨，不过你说又……其实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我……你不用为这体质感到难受，这体质只有心思纯净的人才能拥有。心思纯净，我没那么好了。木叶姐姐，你真的对这种体质很熟悉呢，可以跟我多说一些吗？因为我的姐姐也拥有像你一样的平神体质。真的？嗯。木叶姐姐，可以跟我多说一些关于平神和你姐姐的事吗？在华胥，许多人拥有特殊的能力，聚魂、平神，这些能力都是用来向上天传递人们的苦楚。聚魂者将求助者灵石附在平神者身上，求助者便可透过平神者向上天诉愿。我的姐姐，她是个善良单纯的人，族人都很喜欢他。姐姐也善用这能力帮助许多人，包括向姐姐求助的鬼神。聚魂者、平神者，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能平神，却没听过他们？可能是巫官上课时，我正在瞌睡吧。不过，虽然我没听过这些名字，但我主持过许多仪式，就像木叶姐姐说的，向上天传达百姓的苦楚以及王者的祈愿。在紫国有我这样的巫人司祭，听说在大商还有专司卜筮的真人哦。真人？木叶姐姐没听过真人？原来在我不注意时，时间已经流过了许多。木叶姐姐，你刚刚说你的姐姐用平神帮助许多人，报复鬼神，她难道都不怕吗？怕？因为那些鬼神有些很丑恶，还带有恶意呢，很可怕。姐姐都会用同理心
体谅并解决求助者的问题，而且最丑恶的其实是人的心。人的心，沐浴姐姐在生凤大哥的气吗？子巧，你很像我的姐姐。啊，像你的姐姐？嗯，你们都能平神，而且一样善良、单纯。这样啊，总觉得有点高兴呢。不过，我不像木叶姐姐的姐姐那么勇敢，对鬼神完全不怕。木叶姐姐，我想跟你坦诚一件事。其实我小时候根本没有生病，而是将朋友的元神附在了我自己身上。我小时候就能看见鬼神，有的鬼神欺我年纪小，总捉弄我。有一天我在山野被一群鬼神围住，有只妖灵赶走他们保护了我。我让那妖灵跟我一起生活，但这件事被阿父知道了。阿父说妖灵有邪气，找真人处死了他。我不忍心见他死去，便偷偷将他的元神寄在我自己身上。但是我被他平神后却昏迷了，等我醒来已过了数日，这期间的事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听阿父说，他集合许多真人的力量才压制住我，把我救回来。阿父他虽然没提，但我也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从大家回避的言行，以及许多人忽然出门远游再也没回来，我就知道那次平神我害了很多人。虽然妖灵的力量被压制了，但从那时开始我就变得力大无穷，食量也是。不过不晓得是不是他在保护我，后来就很少有鬼神在欺负我了。哦，除了最近这次玄涛姐附我的身以外就是了。总之因为这些经历，我至今还是有些怕鬼神。所以那日听木叶姐姐说天上星子是人的魂灵变的，害我都不敢看星星了。若不是凤大哥说星子是好人死后化成的，啊，我不该提到凤玉的。哎呀，还提。不，他说对了，天上星子是许多好人变成的，我的姐姐也在那夜空中。啊，原来木叶姐姐的姐姐已经不在了吗？是因为平神害的。因为有个胆小鬼害怕承担责任，姐姐带他接下任务，因此失去了性命。胆小鬼害你姐姐失去性命？人心果然比鬼神可怕。原本想木叶姐姐说要把玄涛姐送回去给姐姐，还想着哪天可以认识她呢，没想到木叶姐姐想带回去玄涛姐是为了让姐姐和姐夫死后也能相守在一起吗？嗯，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事。那胆小鬼是谁啊？后来他怎么了呢？一直想问这荧光是怎么回事。不晓得，但不知为何它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原来沐浴还有这样的故事，难怪他执意要把玄涛姬要回来。沐浴平日虽然看似对任何事都很淡薄，其实没有想象中坚强吧。
你们还不睡？我们在看星星，司空大哥，要加入我们吗？看星星？可以拿回来的。哦，我只玄涛级，你在担心那个吗？嗯，对，我也要将玄涛级抢回来，并且把那凤玉教训一顿。想起小时候听五色石的故事。当年水神共工不是撞倒不周山吗？垒的女娲用五色石将天上大洞补起。祝官讲故事时总是说共工有多凶恶，布下刑天跟相柳有多可怕。可是他真的有那么凶恶吗？为何这么问？昨日我被玄涛脊中的魂灵平神时，看到好多景象，其中有片河畔风景，还有一名穿着猩红色衣服的女子。看着她时，我心口自然涌起一阵温暖，但这幅景象消失后，我的心口又感受到被背叛的痛苦。玄涛脊中的魂灵会是共工吗？如果是的话，也许他不是坏人，而是被陷害了，有没有可能呢？你看到一位身着猩红色衣服的女子？嗯，那位女子是谁呢？看起来是美丽又温柔的人呢。她和那玄涛脊中的魂灵是什么关系？谢谢你，阿乔。为什么谢我？啊，木叶姐姐，你第一次叫我小名呢，以后就这么叫我吧。嗯，子乔，也许你想的没错。木叶也曾说过，共工是名英雄。真的？嗯。说起女娲补天，我阿娘也跟我提过后续。听说女娲还剩一些没用完的五色石，她便将多年修为灌注于其中一颗，用来复活自己过世的爱女。姐姐，我似乎遇到了一群不错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朋友吗？你是谁？安静。相柳，你为了复活自己的主人，真是用心良苦，用这祭魂珠让那贪婪的家伙成为祭魂兽，坐等生魂收成，多简洁有力，切，多无聊的计划。轩辕氏的世界应该更加混乱，怎么做？怎么做呢？你是谁？啊，多么熟悉的情景。
一个路过的旅人。都休息够了吧？我体力恢复的差不多了，等等要真遇上凤玉，定能把他打得满地找牙，哭着把玄桃戟吐出来，再向木月姐姐道歉，说再也不敢了。我不需要道歉，只要玄桃戟。会拿回来的。那么走吧，去看看凤玉是否真在那儿。